瞬间也我自己也凝结住哦，然后我一死以后，他才理解说，整个不动才是我要的哦。不记得，不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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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Yes， 不讲。哦，这个动作会了，熟练以后，你才能教他走路，才能练他三只脚走路。等等，来站，站。好的。耶，不讲不讲不讲。Yes。哦，这个时候的 Yes 很重要，他理解。不动，这才是我要的哦，不是说举一个样子往上放下。不讲不讲，我在学习这种新指令的时候哦，他都有一点疑惑，等他疑惑一解除，他就很开心了。不讲，等等喽，等我，手去先，手去先，不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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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Good job. Yes. 我准备要练习他走哦，一戴上这个项圈哦，我的感觉不一样。不一样以后，他忽然间又有一点反应，就有点慢。他本来会的，他本来不是手会举起来哦，一套上去，你先不要给他拉绳子。回去前，来，我就想坐下来，来坐。回去前，去，手去前，哎 ，yes， 来，手去前，手去前，哎，手去 ，yes， 等等等等，恢复了哈，恢复了哈 ，yes。等等，不动，等等，对，等等，等等，嘿嘿，手举起来，手举起来 ，good job，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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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ob，yes， 这个的训练的最后最终的完成是，他手举起来以后，他还能移动。一开始移动要很短，手举起来，手举起来，这边，这边，手举，耶，动不动？等等，哎，手举起来，手举起来，耶，动不动？我这个时候帮他移动一下，来，来 ，yes。这边移动的比较困难哦，这边啊，等等，在，手举起来，手举起来，不动，动，哎，手举起来，来，动，手举起来，耶，不动啊，不动啊，来，来，来 ，yes， yes， yes。Yes， 等等哦，等等，不要放哦。Yes， good job。哦，这边就是跛脚的训练的过程哈。